看看新闻网。你好，怎么称呼你？小麦。Yo, what's up?My name is Henry, 我的名字叫小麦。小麦，我从小就生活在国外，但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当老外。小麦，我流着是中国人的血脉。I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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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 China。大家都很喜欢你，你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吗？关于你的。No more questions. Now look at me.大家好，我叫麦亨利，你们可以叫我小麦，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。跳什么舞？方俊老师，你喜欢我跳什么舞啊？你什么都行吗？你想看我都可以给你跳。废话少说，你开始吧。音乐起。音乐起。今晚来冰箱。观众席里一大堆女孩在喊小麦好帅，跳得怎么样啊？跳的舞种蛮多的，就是说什么舞都会。我很喜欢跳舞，然后呢我看到别人跳了，我都会很用心的看他们，回家自己学习吧。你是从小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吗？对，我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。哪个城市长大的？在悉尼。在悉尼。其实我刚才跳的时候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他其实没有受过专业训练。对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完全是自然生长出来的，只是对舞蹈有感觉跳出来了。而且，你知道我想的不是他的舞蹈跳多好坏，就同样是中国人，黄皮肤，我们是同祖同宗的人，两个文化背景。教育出来的孩子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他更自由，他更自然，他敢挑战跟你说话。我觉得这个在咱们中国大陆的教育里很难出现这种孩子。Thank you, 金星老师。看看他们其他导师的意见。你会唱歌吗？我有那种命啊，你有道理喜欢我。哎，小春，有一点啊。他的国语跟你差不多。没办法，我是讲的是港普。我都是讲广东话的。cool， 我是话，我觉得你真系对唔住啊，真系你澳洲翻嚟都系咁讲嘅。你不如去唱歌啦，跳舞呢张机票留翻俾第二个，好唔好？你唔俾机会我同你学习。我唔系唔俾机会你，我希望呢张飞系留俾，咦？我唱广东话。我不是不给你，因为我觉得唱歌比你适合在跳舞发展，绝对。但是陈小春老师，我真的很需要你这张票，因为虽然我是在国外长大，但是我真的有个中国心。我知道我们中国的武林争霸是要跟国外的武林争霸匹配的。
然后我体内是流着一个中国人的血。我也是。我很了解外国人。我很有信心，我可以把他们。Sorry, you cannot. 你对老外是很了解，但你认为你这样可以把老外，我们如果跟他们争霸的话，你有赢的可能。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一定有的。我要把我给你跳的理由说出来。舞蹈是属于每个人的，武林争霸的舞台也属于每一个人的。舞台上不光只是看到各种各样背景教育出来的舞者，也要看各种各样在自然环境成长下的舞者。你的自然，你的轻松，你的对生活那个态度，在你的舞蹈当中融合的自然的体现出来，让我特别的喜欢。所以我说我给你这一票。 Thank you。 同意金老师的说法，同意金老师。好，我们杨老师给一票。谢谢杨老师。给一票。那么我们进入编舞环节。好，加油。 You got a chance。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血液的奥技舞者小麦，虽然没能晋级，但他却用他的自信、执着和勇于进取的活力，打动了台下所有的导师和观众。舞技尽管不成熟，梦想却可以无止境。跳出自己，你才是最棒的。我自己一个人来，我家人都在澳大利亚，我很孤独。谁说你的家人这里不在啊？Woo!